哇风起多有人都飞不了。哇哇在因應昨日嗰條片，我就揾嚟費怡保總經理阿 Ken， 就同大家解答一下究竟保險賠償嘅問題。其實首先咧，我睇片咧，我由片段得知嘅咧，就係有單交通意外發生咗，好輕微嘅啫，應該咁就雙方車主就嘗試落車去傾談啦，咁樣咁就可能係傾談唔到，咁就其中一方就上翻車，而片段所見就好似係想逃走咁樣嘅。咁而呢個逃走嘅過程就好似係比較粗魯少少，可以咁形容啦。咁其實就件事見到嘅係咁樣。咁如果你話真係喺保險角度咁樣，到底係會點樣賠償呢？其實如果單單係本身一單好普通嘅交通意外嘅話，好似一開始只不過追尾撞咗上去嘅話咧，其實保險絕對係會去理賠對方嘅，即係話可能會賠翻俾上前邊嗰個車主啦。咁樣咁呢個好少嘅一個問題。咁但係依家個問題牽涉到底依一個涉事車主，即係想逃走嘅嗰一方，有冇牽涉任何其他一啲比較嚴重嘅罪行？包括有可能係到底警方調查完之後，會唔會除咗一啲不小心駕駛，會控過一啲更加嚴重嘅罪行呢？可能例如嘅係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或者受傷。又甚至乎會唔會告一啲醉酒駕駛啊、受藥物毒品之下影響駕駛呢？甚至乎即係我見到嘅可能會唔會更加高層次嘅，或者比較 serious 少少嘅，真係去告到一個意圖謀殺啊諸如此類呢啲罪行呢？咁樣咁其實喺保險角度呢，我哋成日都話嘅好 depends on end up 呢一個 case 受罪嗰方或者係被控嗰方告入咗乜嘢罪。如果單純好簡單或者比較普通嘅不小心駕駛，甚至乎去到比較嚴重少少嘅危險駕駛或者危險駕駛令到他人傷亡嘅話咧，其實如果單單就住呢兩條罪嘅話咧，保險都係會繼續承保落去嘅，係繼續即係換句説話講係會賠錢俾對方嘅。咁但係除咗呢兩條罪之外，我頭先提及過嘅一啲更加深層次嘅或者更加 serious 嘅，可能係意圖謀殺，又或者是會不會 check 到有一些證據顯示原來他是醉酒駕駛，又或者是藥物毒品影響下駕駛的話呢，如果這類型的罪行呢，那很有可能保險公司就會是拒絕承保了。為什麼呢？那個原因是因為他很有可能已經違反了保單上面某一些條款。什麼條款呢？大概可能有幾個條款已經違反了的，即假設啫，假設如果真的可能被告這個意圖謀殺啦，咁即係話其實成件事並唔係一個意外嚟嘅咯噃，因為要記住一樣嘢先，汽車保險永遠都係保意外，即係你意料唔到嘅事嘅。咁如果係一個意圖謀殺嘅情況之下，就唔係一個意外，咁根本成份單都唔會有呢個保障。咁再講多少少就係，頭先講咁如果一個醉酒駕駛，甚至乎藥物影響下駕駛，因為呢一個咧係所有基本大部分汽車保險嘅一個除外條款嚟嘅。咁喺啲咁嘅情況之下，真係咁唔好彩啦！可能假設撞到嗰個傷者，真係一個好嚴重嘅受傷，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傷亡，可能需要賠錢俾佢。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佢係醉酒駕駛或者一個藥後駕駛嘅話咧，保險公司會因為保單條款嘅關係，會先賠錢咗俾嗰個傷者先。但係礙於肇事司機係違反咗保單條款，又翻嚟啦，乜嘢保單條款啦？就係佢醉酒駕駛同埋藥物下駕駛，保險公司係會有權利追討翻呢一個司機嘅所有賠償嘅開支嘅。呢一刻當然我哋就唔會去 comment 任何一個案件啦，咁樣。咁我哋成日都話嘅，即係汽車保險一個角度嘅，好簡單，就係睇下個 court 嗰個 case 個 result 到底係會被控咗啲乜嘢狀況咁樣。咁就所以就亦都當然趁呢個機會啦，奉勸大家其實就一個好簡單普通嘅意外，咁咪做翻一啲好簡單或者應該做嘅事，
咁仲要依家其實真係太多手機，基本上係走唔甩嘅。咁所以就係咧，即係有意外發生就負翻一個責任嘅駕駛者啦。其實我頭先提及過嘅所有嘢咧，都係講緊第三者保險賠償嘅。點解咧？再簡單啲講，就係嗰個意外裏面我哋分為女司機同男司機，好冇？即係簡單啲，女司機買嘅嗰份係第三者保險，全名係一個第三者嘅責任險。即係話，如果女司機因為任何嘅疏忽事故，令到一個意外發生而導致第三者有一個損失，依一個角度，第三者係包含咗男司機或者男司機嘅一個財物，即係佢架車咁樣，咁都會有賠償嘅。反而調翻轉就係話，如果佢女司機只不過係買個第三者保險嘅話咧，其實佢自己嗰部車咧，即係女司機肇事嘅嗰部車咧，有任何損毀咧，就得唔到任何賠償噶啦。其實咧，我往往都話噶啦，有一個交通意外發生就冇人想。咁當然可能第一次遇上交通意外，仲可能好騰雞或者真係唔知點算咁樣。第一就好老土嘅，保持鎮定先，萬事有商量嘅，真係咁樣。如果第一個 tips， 如果依一個意外裏面牽涉有任何人受傷或者報稱受傷，唔使諗噶啦，打電話報警。等要求警方到場去做一個初步嘅處理先。如果依個意外係冇牽涉入任何人受傷嘅話咧，即係簡單啲講，淨係車撞車咁樣。咁你哋肇事嘅司機可以嘗試自行解決嘅。咁但係記住一樣嘢，我永遠都話嘅，自行解決係你當刻就好解決咗佢啦。即係話你唔好太過信任一啲説話，就係話我轉頭過翻錢俾你，諸如此類。當刻解決得到嘅就當刻解決。再加上可能簽翻啲係應該嘅和解書啦，上網可以搜尋到好多。咁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嘅，又或者根本你都唔知道應唔應該解決，或者係有個問號覺得話會唔會我哋俗語啲會唔會大咬咗少少啊，會唔會狼死啲啊？呢啲嘅情況之下咧，你可以選擇都係要求警方到場。等警方到場之後，警方係會記錄低雙方嘅聯絡辦法啦，跟住之後咧再會要求雙方司機可能喺一個短時間內睇下可唔可以自行解決，如果解決唔到嘅話咧，就可能要求警方去作出一個更加深入嘅調查。喺呢個階段就可以聯絡翻你當自己嘅保險公司或者保險代理或者經紀去傾討翻到底傾唔傾保險好咧，包括考慮埋到底墊底費嘅因素啊，又或者會唔會影響 NCD 啊，到底大概講緊嗰個賠償金額係幾多，從而去得出一個最適合自己嘅決定。